秀专员打卡上班喽。我们上去吗？对，没错。这个有多高啊？39公尺到平台。39公尺，哇！那现在上去了吗？对对。Go！妈，还有啊！刚刚到跑上来只有3分钟的时间，就必须完成，再来颁奖。Go！对，再重新问。有，这样有收听哈。有，那再重新问。红色，接这一端，加上去。哦，有。好 ，OK。确定接好之后，再来开电源。再打开安全杆哦。脱困之后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检查这个机器，它的各部分啊 ，OK 了，你再从这类列车改绑的来。我们要去检查每一个机构的动作是否正常，而没有异音，要去摇摇看，看它灯号会不会闪错。就是不会让我锁紧，然后灯号也没有闪错的情形，就是你在摇晃的时候它是。OK， 就是我们要检查的是刹车板的部分，刹车一样是检查那个开合是否正常，然后再就是去检查它传动的正转，车停锁定，然后变成垂直。哎，等等，等，再往前一步就掉下去了，这是垂，就是断轨的断面，就是等一下垂直要接轨的地方。再一步就会粉身碎骨，上去哦。对，没错。要爬上去哦。对啊，挂起来。不用紧张。去吗？很高哎。我不要起来。我不要起来。有，它有亮，它有亮，有。师傅他都有亮，这是亮的，是正常，对不对？有啦哈，有亮哦。要摇它，我要摇，还要摇它吗？摇，我觉得我比较摇哎。不要我，还没有，前面还有，还有，要去哪里？前面还有，这太危险了，让他来。这个部分就是轨道要受上游的动作，点上去吗？对。还呢？对。你自己试量，大概15公分一个间距下去点。15公分的对吗？还呢？太少了。这太少了。好，你手动试着开了。对。那也太棒，给你弄能卡呢。刚刚做什么哈？对啊，我给你坐起来。坐吗？坐起来。哦，终于能坐下来了，哦，舒服。安全帽好啊，稳定。好，好，厉害了，当大爷，当大爷了 ，OK 了，稳了。最后一个步骤，最后什么呢？刚才检查安全杆，它有没有系上安全带？有，系上安全带。啊，这边马上了。哦，马上系上安全带。这嘛是嘞。安尼吼，就是吼，最后一个步骤就简单啦，就是家己检查嘛。所以家己出去省一撮咯。吓死我了！维修专员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怕高，器材上每个零件按钮都马不得。啊，两位。一天要负责3项设施，万一出了状况，也得在10分钟内排除。游乐园的大人物就是他。好爽吧？好爽。啊，我安全吗？安全。可以。